喝牛加上药膳，太严肃的用这个。花雕鸡。要不要买袋子？好啊。超长的，我都要嘟到。为什么会买一个古巴？我只温馨浪漫。I got soul。十八路嘛，干。刚刚第一次搭帐篷，那帐篷是歪的。我早上起来，帐篷快垮掉，有点清醒。超看油的。Let's go。我要先睡觉。虽然醒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次去台南的，我开夜车，我24小时没睡，比超。我录进去了。不要说话。录进去。又录进去。我还挖鼻屎。还挖鼻屎。哦，可以耶，有前镜头哎。没有一地方，那在拍太小啦。我知道。布鲁多马斯嘞。等一下再说，啊，喝完酒再说。我想逃避。睡同一张床吗？是吧？可怜了。我要播音乐，我不想听。很多就是说他之前滑听的。滑到一个妹，有跟她一起出去，然后后来那个听的那个又滑到我，然后问我说，我们是不是有见面过？我说没有啊，他说你是不是有去约旦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是我一开始滑的时候，我想说他可能还好，就可能微肉，但是出去发现哇不对劲哎。看我别你好坏哦，你外貌协会哦。不是啊，不然你好啊，那你接受啊。我就没有跟他出去啊。不是啊，自大家一起大声吹喇叭，叫小懒猪快起床。回家洗洗手，赶走坏病毒，餐餐不病毒退散，退。哦耶！还好嘛，没有很热啊，蛮爽的啊。中餐零食，晚餐火锅，然后明天早上吃泡面。理想中的行程。Happy camping。一个音箱，两个音箱，三个音箱，我们是来参加。五反田回春堂。在，一定要对到。再来再次。再来。抖一下，哦，哎呦，他会自己在家里带一件白色衬衫，然后就是蓝色基隆制服跟白色衬衫扣在一起，然后就蓝白这样子，到达学校，无法理解。你在尿尿的时候啊，如果没有割包皮，通常那个包皮会包住你的龟头，尿出来的时候，它一定会经过你的包皮，所以你们的包皮揪在一起的时候，尿的那个道路是会蜿蜒，所有附着性，知道吗？当你那个水柱没那么强，它出去的时候就沿着那个皮的皱褶，你就闭车，就歪一边，你就闭车。而且重点是你尿的时候，因为你尿的时候那个力道是从小到大再到小，所以它水的角度会一直变。一开始尿是你要往左尿，
然后尿一尿到最强的时候，我要往右尿，到最后再尿回来往左尿，干超烦的。很急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去尿，就一尿出来，它整个这样子色。不要不要割包皮，还是割包皮拍一集 vlog 啊，都是包皮的错。早上尿尿一定要戴眼镜，不然一定会尿歪。我都坐着尿，我如果没戴眼镜，我都一定坐着尿。那时候我坐着尿，他笑我。坐着尿你才不会尿出来啊，因为我常常站着尿也不会尿出来、啊。没有你，如果你今天没注意到，我有时候也不是刻意尿出来，是我干我尿歪才发现，原来它有偏一边。没有，而且他尿的时候，他其实会有余光，就是他旁边还是会喷一点，喷一点出去。对，有时候我会喷到，我也是早上尿完，裤子这边湿的，我还自己先洗了一波，然后再把裤子丢进洗衣篮。我也是在公司，突然偏了一下，喷在裤子上面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有一点这样子。我是洗手，然后拍拍拍拍拍，然后这边就整块就是都是，哎、欸，我也有，故意洗很多哦，苏老师。然后同事看到你干嘛？你冲他小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手插在裤子上面啊。大佬二输的拿大支了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、啊，你输两次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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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是不是冲掉啊！恭喜你，是不是冲掉啊！他妈的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Whatever you do。 怎么样？这筷子好用吗？羡慕，你觉得嘞？好羡慕可以用这种筷子，真的。我以为我在玩侧脸。来啊，我来帮大家服务，来帮他舀汤。我靠，菜鸡啊，这个就当汤匙就好啦。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要这样子啊。你现在才懂哦，菜鸡。呛哦，瞬间高级哦。啊，全部公筷，可悲啊。客难露营 vs 奢华露营，就是哇！鹿儿岛黑牛雪man，雪，这就是一个雪。呜呼！嚯！看看这锅，两百，三针。下卡啦！超苦的、欸，那个烟没有。我说下去之后好像不太像。三片，我前一天算一个。我先补下去。啥小酒呢？要换一首比较贱的。滚不滚不？哦哦！哈哈干手酸啊！看，这个阴影。干！哪有人拿碗喝酒的？啊、你